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各位观众朋友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真欢迎你阁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服务。咱在讲《使徒行传》这本经典，今仔日咱所要讲的范围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。我前礼拜有讲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开始就真无同款。咱会当看出第二章分作两个部分，头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十三节，这部分在写一个真要紧的主题，嘛通讲是圣经的内面在记录教会开始一个真要紧的基础，在讲圣神降临。这个圣神降临就正做基督教教会兴起的一个上开始的基础。这是圣神降临啊，十三节进程拢在讲这个问题。啊，十四节以后，伊在讲起，这个受洗的结连做伙三千个信徒，一日内底安尼三千个人受洗的，这拍算伫教会历史上是非常特别的一遍经验。啊，当这个三千个受洗的信徒加入伫这个信仰团契的内面，因得过共同团契的生活啊，这是后礼拜咱会介绍这个物件。咱今仔日所要讲的，就是第一节到十三节，在讲到圣神降临伫学生的中间。啊，圣神降临伫学生的中间，突然间乎因伫迄个时阵，会当勇敢来讲话，来得见证耶稣基督个活的信息。你兄弟姊妹，迄个时间是甚物时间？就是咱知犹太人三大节期内底其中的一个节期，叫做五旬节。安尼，某人在讲圣神降临节，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哦。犹太人有三个大节期，头一个就是咱所知影的，叫做搬过节。啊，搬过节是伫纪念因出埃及的时阵，得到上帝特别的疼惜，啊，教因来抬羊羔，然后将羊羔的血搁伫因的门条的所在。天使若看到门条有血，伊就无入去。就对迄个门走过去，啊，那门条无火，大概拢是埃及人。天使就入去内底，来厝内所有头上生，包括大囝，包括精生，头上生拢总死去。犹太人纪念这个事件，就叫做搬过节。啊，搬过节嘛，通讲是因的新年同款哦。啊，第二个节期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的第二个节期。五旬节就是什么？开始要收割。啊，开始要收割，那是一个真要紧的节期。因来将人拢总集活来，啊，开始来祈祷上帝，啊，唔忘上帝施恩赐福，互因的收割会当得到顺遂，那是开始在修挂修行的事。再来第三个节期，就是大病节。啊，大病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修挂拢总结束，啊，来举行一个感恩的礼拜。啊，这个叫做修挂的节期，咱来叫做大病节。所以有三大节期。啊，这三大节期哦，耶路撒冷人拢足济。特别是对国外回来的人非常多，在这么多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的学生真勇敢在聚集的所在，是怎么他们勇敢在聚集的所在来讲耶稣个活的信息？那《使徒行传》路加这个作者的波兰仔是说什么？
讲突然，伫圣神降临这个时，讲伫五旬节日子讲突然圣神降临伫因的中间，还伫描写这个圣神降临，用两句话来描写，头前讲有起一阵风，哦，尽头的风，风伫描写风亲像什么？亲像圣神。第二项伊伫描写讲圣神亲像什么？伫倒的纸吼，诶，火亲像纸伫倒安尼共款。哦，啊，这得咱无法度了解，咱敢有法度摕个图来画，照伊所写讲有一阵风，啊，咱得画一阵风，爱讲纸亲像伫倒的火。哦，这倒的火，纸亲像迄个会倒的火的纸。哇，这咱实在无法度倒转去到第两千年。在描写这个处境到底是安怎样？啊，咱敢会当了解讲什么？耶稣受洗礼时，伫约旦河讲圣神降临，亲像什么？亲像真啊降临伫伊个身上。所以即卖教会啊，即阵个教会大概拢会画一只分鸟啊，来表明圣神降临。你若看我个衫，只有挂一只细只分鸟啊，这就是。这表明什么？圣神降临的一个记号啊，就是亲像一只鸟啊。啊，这是出福音书的。不过《使徒行传》在写的是写什么？讲一阵真强的风，和纸亲像火的倒。这个纸的火的倒，和这的学生突然间真勇敢来讲话。啊，其实伊在描写的是什么？讲迄个心热热的倒。禁不住伊一直想要讲的话，禁不住伊就勇敢讲出来。这个叫做亲像在火在倒的纸一样，一阵风伫厝内感动遐人，勇敢来讲话。刘兄弟姊妹，真侪人爱问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做信心？啊，真坦白讲哦，我嘛袂晓真具体的。来得应答这种的问题，因为圣神不是用人的智慧有法度了解。我有讲过，圣神是什么？上帝开啦，用人的智慧要怎去了解上帝开啦？用人的语言要怎去解说上帝的开啦？用人的文字要怎去描写上帝的开啦？真困难。你看路加这个度假。伊也不过用什么讲一阵风，亲像在倒的纸，火在倒的纸，这足抽象的物件，你无法度通想象一阵风甲圣神结作的。其实在讲起什么，讲起一个气力，突然间到伫学生的心上，魂禁未掉，魂动未掉。咱我听在讲圣神是上帝气力的时，伊在表明。这是什么？上帝在做工，上帝在做工，不是人在做工，也不是人有的东西，这是上帝的东西。这项我们要很注意，我们有时候会听人说，说你在怎么学，什么方法，信心就会来，点在你的身躯，然后 你就会这样好，讲什么种的语言，其实不是安尼，哦，这不是安尼。圣神是上帝开立的时，你哪有法度用方法和上帝开立走来你的身上？伊也不是工具，也不是材料，伊嘛不是一个机器，讲你会当搭搬煞搬来用。佮伊这不是什么，不是技术的。讲我会当教你一套方法，互你找圣神来到伫你的身上，毋是安尼。若伫民间宗教检测，你看会到，讲伫教人安怎啊起动啦吼，啊你有啥物方法，会当好将迄个过往的人第几代的灵魂对阴间台调出来？啊，这是啥物？这是一种术。但是圣神不是术，而是上帝开力，上帝家己在做工，上帝家己在决定，
伊要甲新人三甲之地，伊要伫什么时间来做什么代志，这拢上帝家己在决定的代志，唔是咱人的气力有法度，佮较唔是会当用传授的，讲来我教你哦，啊你得用什么方法，啊你讲什么话，啊讲几遍哦，啊圣神得甲你同在。我定会拄到一挂人在头啊问这个问题，伊讲。牧师，我突然间吼感受到圣神充满，啊，煞会晓讲讲迄落灵语哦，讲迄落讲做灵语啦，吼、哦、国语讲做灵语，开始会晓讲灵语。啊，我讲啊，你讲的是啥？伊讲我家己嘛唔知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搁较趣味咯。你讲什么家己唔知？安尼干那一个人知，上帝知，啊，剩的无人知。唔过保罗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什么？讲你若是讲别人听无的话，迄种的话未造就人，干那会造就你本身，干那会当讲给上帝听，对别人并无帮助，不如去讲几句别人听有佮受帮助的话，比在讲遐佮较有意义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讲这的代志。为什么保罗爱去说明这的代志？这是因为早期的教会有发生这种的争执，有的人一直在讲，伊有得到圣神的启示，伊会晓讲灵语，伊会晓讲迄种真特别的语言，讲做方言啊，咱在讲讲做方言。但是保罗讲。唔免为着迄三者，那得为着迄三者，就无表明圣神的启示的意义。因为圣神的启示的感动，唔是要予咱去三者，嘛唔是要予咱去比较，嘛唔是要予咱来拼碰，拢唔是这。圣神的感动是要予人为着福音做见证，这个才是上要紧。那袂当为着福音做见证。迄、那个袂当叫做圣神的启示，嘛袂当讲做圣神的感动啊！这个是咱爱去注意的所在。使徒行传的报咱知影，伫早期的教会，即个使徒得到圣神的同在时，因讲出什么？因讲出大家人听有的话。什么叫做大家人听有的话？当时伫犹太人的社区的内面，两种语言是上流行，阁是大家人拢听有的。头一种是啥物？头一种就是因的母语叫做阿兰语，这是犹太人的母语阿兰语。但是阿兰语伫当时已经毋是大家人拢会，特别是遐对外国倒转来，因已经袂记得因的母语。啊，这甲咱今仔同款啊，有真侪人伫国外出世，卖讲伫国外出世哦。在台北出世的台湾人就不要讲，啊，佫唔是这代才不要讲，哦，佫较吃力哦。连我这代真侪在台湾出世的，台湾人就不要讲。你伫台湾出世，台湾人不要讲。我定拄到一挂青年，甲我讲的拢用北京话在讲，我就问讲，啊，你要讲台湾话袂？牧师，我不会啦，但是会听。嘿会听还阁袂歹哦，迄话都听无。哦，礼拜日有一挂青年来礼拜，我拢会在问讲啊，听有无？有些听不懂哦，因在台湾应答的就是安尼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毋是伫两千年前发生，今仔日这种的情形阁较侪。啊，上趣味是真侪台湾人移民去国外，伫遐徛起的。我做个讲单咧，你在问讲哇，你哪会讲单咧？伊讲。啊，无讲单话哦，袂使是，是安怎袂使？因为父母干那会晓两种语言，对单话，啊，搁在北京话。啊，囡仔哦，伫遐无法度学北京话，伊讲学单话上紧，原因是啥物？阿嬷阿公嘛去带伫迄个所在，为着要甲阿嬷阿公讲话，才学讲单话。啊，暑假的时候，伫足济人。对美国走倒转来台湾，啊，走去个师大个语言中心学北京话，哦，这真趣味哈。所以
美国台湾人足够讲单话，啊，回来台湾说干嘛？啊，恁到底台湾的那边要讲单话？耶路撒冷的问题同款，真济犹太人已经未晓阿兰话，已经未晓。啊，这个人彼得因是对加利利来，因会晓讲阿兰话，因为耶稣在传福音的时阵。真济时阵是用阿兰话在讲，耶稣，你啊看福音书在记载耶稣讲的话，有真济时阵是用阿兰话来描写。比如讲，耶稣从钉伫十字架顶，底下大声地喊：“讲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时离开我？”迄句话就是用阿兰话写出来，再过来翻译，予大家人读有的。咱会当讲耶稣当时在传福音，就是讲阿兰话，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在当时在流行的语言叫做官方的语言是希腊语，哦，官方的语言是希腊语。啊，犹太人正式的用的是希伯来语，哦，希伯来语甲因的母语阿兰话有迄个无同款的所在。啊，咱即马来安尼改了解哈。彼得甲这个学生突然间会当讲。即个对外围倒转来，对外国倒转来，参加什么？参加即个五旬节祭期的活动的人，伊讲出因听有的语言，其实是在表明什么？即个学生即个讲出来，因大家拢听有。因本来有迄个语言的特解，有的人在讲伊所住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在流行的语言。但是大部分的人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爱讲什么种语言？讲希腊语。唔过，这个学生，因唔是干那讲希腊语，因甚至会当讲出因拢听有的阿兰语，还是讲希伯来语。因伫迄个时阵，伊罗加这个度假，其实干要表达一项，因突然间无语言的特解，讲出来，大家人听有。什么会听有？耶稣格外信息因听有，这个较重要。哦，格外这是一个真深奥的信息，因为这是上帝行特别的神迹，叫做格外。有人听无？有人无法度理解。唔过因听有，即个使徒所在讲耶稣格外的信息。这个是罗家想要表达，和迄种的语言的特解已经无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老人甲你讲，伊会晓讲灵语，啊，讲出来是你听无？迄、那个唔是圣神感动的物件，迄是去学来，学来物件唔是圣神的物件，因为圣神是上帝开了，上帝家己决定。伊要甲上帝地，伊要伫倒位做工，伊要用什么方法来感化人的心？咱来看有真侪故事是安尼讲，伫监狱内底有真侪真恶毒、真歹的人，咱常常会有一个感触，甚至法官甲因判死刑的时阵，咱知影法官无真爱人判死刑，十个法官九个九无爱人判死刑。因拢感觉当判死刑，亲像杀人同款，唔相信你啊问遐法官，因真无爱，因拢会安尼想空想胖去编什么条文，看会当予这个人佮保存性命无？所以你啊看，定定要判一个人死刑到底执行，我拢拖几那年。真出名的例是甚物苏建和的案件，迄三个少年家有无？已经十外年啊！要被判死，要被处死刑，已经确定要处死刑，到今要被蹦蹦。原因在倒，迄法官拢会去找，这项无交准，拍倒转；，这还阁有问题，拍倒转；，这个阁有问题，阁拍倒转。因为无人敢做这个代志。不过，那对遐真恶毒的，伊不得不得爱被判死刑，不得不。爱判死刑的时，伊就该判死刑。譬如讲，陈进兴在判死刑，谭明祥，吼，这拢安尼一四四十外判死刑。但是法官敢判死刑了，迄个写的判词拢有迄个真深的感触，
迄、那个感触常常是讲啥？哈、啊，这个人安尼心灵不化，吼、哦，讲未听，讲未听，该死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咱在讲的讲未听，不真趣味。这种人常常关伫监狱，啊，到因要互执行死刑这段时间，无偌久咧。牧师入去甲伊讲话，伊突然间安怎？晓我？奇怪！过去的时间，伊在挥泪的时间，什么人去讲话，伊听拢无。得代伊讲的人嘛讲啊，伊听无啦。啊，这个人本身讲啥？你讲啥？我听无，这听无。这个听无是啥物？人的话听无。唔过到伫尴尬的内面，到伫尴尬的内面。面对生命的问题的时阵，你若去他问迄个黄明正牧师、黄明定牧师，伊是专门伫监狱伫做工作的。伊最近有写一本册，伫介绍伊伫监狱拄到遮个犯人的处境。伊讲有时阵圣经的一句话，咱看起来真普通，咱看起来真普通，定定读到的话，譬如讲约翰三章十六节。上帝疼世间，想使独生的子予世间，伊疼世间到安尼。啊，这句吼，常常在读，常常读，无拄拄受感动。毋过真趣味，有诶死刑犯敢若听这句话，忽然间感动到流目屎，讲上帝哪会疼我疼到安尼，予信耶稣的人未沉沦，会得到永活，伊悔改信耶稣。你无法度想象，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神在做工，开人的心。这就是四道行端所要介绍。所以在讲，当这的学生大声在讲耶稣基督国外信息的时，伊讲众人突然间安怎听拢有因在讲，啊！然后开始问一句话：因家唔是对家里里来？因哪有法度讲咱听有的话？伊在讲加利利来，其实了有一个意思是啥物？因为加利利是当时犹太人反对运动的大本营。换一句话讲，伫遮犹太人的了解中间，因家毋是拢伫街头走来走去，伫做运动，伫反对罗马帝国运动的政治运动者，哪有法度伫讲？人的心灵换新，人的生命得救，人的生命格外的问题，哪有法度讲这個？所以迄句话在讲，因家唔是对家里里来，因哪会晓讲咱听有的语言？哦，咱听有的，所以传福音的一个真要紧的人物，唔是要教人去讲迄个人听无的话，是要教人去讲听有的语言。哦，这个真要紧，所以唔免为着有人同你讲，哦，你得手牙关关咯，目睭看天哦，啊，嘴安怎用，啊，嘴开几多，安尼圣神的降临，迄唔是圣神降临，会当学到物件，唔是圣神的物件，因为上帝开了，唔是用人的才物有法度学习的，是上帝在咱的心中做工，安尼咱得爱学习一下。谦卑的心，谦卑的心，祈祷上帝，这是咱会当做。祈祷什么？上帝，我欢喜正做你的车用，愿你的心感动我的心，让我会晓讲出你拯救的声音。咱会当搁再进一步来祈祷，上帝，愿你帮助，让我所讲的，你会晓。你有法度通过我所讲的来感动听的人的心，咱会当祈祷讲上帝，愿你的心感动遐听的人，感动遐听的人，愿上帝的心，这是咱的祈祷，咱的期待，唔是讲上帝，你得给我大快乐哦，我大病死哦，我拢得替你做工哦，你得赶紧哦，咱唔是在命令圣神。这不是我们在命令，我们是在困境，我们是在祈祷，我们谦卑的心欢喜做上帝的奴仆，这是我们可以做，
所以列位兄弟姊妹，老人在带你教，教讲你得要用什么方法，才会当让信心给你充满。我要甲咱讲，这迄不是圣经的教示，因为迄是信心家己在做工，不是人的气力家己去在教这物件。教会2000年来，之所以会当继续存在，教会这2000年来，之所以会当伫世界各所在的见证耶稣格外信心，其实毋是甚物人真敖报德背灵，毋是，是信心通过某一个人，通过甚物种的方法大大做工，互遐个听到的人、看到的人受感动，来认耶稣做伊生命的救主。这种的人物，咱应该爱在。第二项就是，教会2000年来经过真多历史的变迁、文化的改变，还是讲经过社会真大的动乱，甚至拄到迫害，教会会当继续存在，一个原因尔，信心甲信徒三甲同在，这个才会当存在快乐。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，愿上帝祝福你以及你的家庭充满信心的快乐，再会平安。他的世界不错